接上一条视频，今天晚上我们做凉拌花甲，还有一个手撕猪心。接上一条视频，我又回来了，来蹭海鲜和猪心来了，得亏多买点海鲜，就看得多才回来的。他这条鱼得做点酱。我看评论区有人说过我从来没吃过一顿正经的海鲜，我就问问你们哪个不正经啊？这不都正经人家卖的吗？这正不正经你们怎么知道的？其实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可能就是说买更好一点的，什么澳洲龙虾呀，我不喜欢吃，真的说实话就这种哈。别说你不愿吃，你没钱。太扎心了。我不是没钱好不好，我是不喜欢吃，我就喜欢吃这种便宜的。你到网上天天看，你就说哎太贵了。扎心不？我比较喜欢吃这种贝类的，就是物美价廉的。哎呀别提了。这颗心就好比现在我的心扎稀烂了。谁扎的？那我姑娘扎。哎呀我比你更。你快拉倒吧，你啥都说、啊。把这猪心好好洗洗，我一会儿用高压锅给它炖。我晚上看那些主播吃，我不是，解馋吗？我没流口水，好吧？你别瞎说话，你咋看见了？你要不能亲着眼泪从嘴巴里流了出来。加点盐有味儿。我炖的快点。姐，你知道你这叫啥吗？嗯、白菜价吃海鲜。爸，你真干点儿，这么干。我也真干点儿，我真饿了。爸，咱俩一起来蹭。就这么直接吃就好吃，或者是蘸点串料吃。你知道这道菜在饭店叫啥吗？手撕前男友吗？对。吃饭喽！这是我的饭来了。你就说我多扎心呗，人家都配个八蒜小妹儿，俺家这配个八心小妹儿。你这不是八心小妹儿，你这是四心小妹儿。猪心火汤，孩子，咋的？这汤我调的老好吃了，这叫心灵鸡汤吧？俺家就烤的吃，烤的吃比这个太好吃。这个有点那个煮的稍微有点干劲儿，软了，它有点硬的劲儿的，挺好。从那说，这个我这两天羊汤是软的那种，是硬的那种。我们家来这么多人，我都没放桌子，你明白咋回事吧？不是我不让放吗？是不想让你吃。你阻拦不了我。本来我寻思放桌子人多，小妹不让放，说她吃两口就行。这海鲜好像是白买了，我其实那工煮好在那吃了点饱了。